全友馆最快新闻：TFBOYS 粉丝在高铁车厢内贴海报、摇旗唱歌的视频引发争议。幺二三零六客服回应称这是旅客个人行为。网友对粉丝的行为难以接受，并对客服回应不解。对此，新京报评论认为，列车车厢是一个陌生人社会，乘务人员应维护秩序，保障乘客的权益。 粉丝在车厢内举行应援活动，影响其他乘客的休息权益，因此铁路工作人员有责任管控，并可采取更硬气的方式。粉丝也需有自觉意识，不越界，不影响他人。追星应以实际行动致敬偶像，不负美好追求，否则会给偶像形象蒙上阴影。订阅新闻极速递，最先知晓天下事。